月亮生日快乐。当天晚上，他把帽子挂在树上，好让月亮找到。哇，戴起来刚刚好哎！卖帽子。然后他抬头往树上看，你猜他看到了什么？每只树枝上面都坐着一只猴子，每只猴子的头上都戴着一顶灰色的或棕色的或蓝色的或红色的帽子。小贩盯着猴子看，猴子盯着小贩看，小贩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最后他只好对猴子说话了：哎，你们这些猴子，把我的帽子还给我。他伸出一根手指头比着说，但是这些猴子只是对着他伸出手指头比呀比的，发出吱吱吱的叫声。小贩看了很生气，他举起两只手对这些猴子挥舞着说：哎，你们这些猴子，把我的帽子还给我。但是猴子却只是对着他挥舞着手，发出吱吱吱的叫声。驴小弟变石头。驴小弟急着要用这颗神奇的小石子让爸妈惊喜一下，他巴不得马上就看到他们的表情。就在他走过草莓山，心里想着有好多好多的愿望都可以实现的时候，竟然碰见了一只饥饿的狮子。要是他没有被吓坏的话，他就会想到让这头狮子消失，或者希望自己跟爸妈一起平安的在家里。他可以希望狮子变成蝴蝶、小菊花或是蚊子，他可以想到好多好多办法。可是他吓坏了，吓得没办法用心想。我希望变成石头。他一说完就变成了一块岩石。派克的小提琴。阿丽的红斗篷。这是一个发生在阿丽身上的故事。阿丽是一个牧羊人，他有一栋舒适的房子，
一顶大帽子，一群羊。但是每一个人都说，阿力需要一件新斗篷。可怜的阿力，他实在需要一件新斗篷。